跟上他们的阵型了，717YYDS。你除了打游戏还有什么事情？有啊，有时候还是去想着，有时候真的，有时候还是要去想着怎么去玩才能让你们看得舒服一点，对不对，兄弟们？不可能一直玩游戏的呀，玩游戏你们会看腻的，偶尔要想想做什么节目啊，怎么一个玩法才能吸引更多的人来看直播啊，兄弟们，而不是开个直播玩个游戏就有人看了，你知道吧？你知道吧，兄弟们，肯定要更新一下，变新一下，要不然不行的，兄弟们，也是挺难的，不是你们所说的那么简单啊。不可以播别的游戏，可以播别的游戏，我也不播。我头发，哎，没有弄好，头发没有弄好，随便一点吧，我很随意的，起床、刷完牙、洗完脸就来了，把头发弄湿，就是用水抹一下就可以出门了。别拉那么长了，好的，好，够了。跟新女主播一起玩游戏，整整节目效果，算了吧。感谢凯南哥的办卡，感谢。算了吧。算了。妈的，我得重新弄一个东西，重新弄这个东西。妈的，这个东西是个图片，好难受啊！感谢 JJ 哥的火箭，谢谢 JJ 哥，感谢老板，感谢 JJ 哥，谢谢 JJ 哥 ，JJ 哥加微信吗 ？JJ 哥。我不喜欢跟女孩子一起玩游戏的，因为我这个人不太会说话，你知道吧？我不喜欢，我喜欢跟男的一起玩游戏。你私聊，好的 ，JJ 哥，你看一下私信，淼哥的小弟私聊给你了。感谢 JJ 哥的火箭，谢谢老板，感谢老板，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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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哥，感谢感谢感谢。什么？不是，什么叫单身啊？单身不挺好的吗，兄弟？单身挺好的，单身挺好的。挺好的。我今天没有睡醒呢。今天没有睡醒的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吗？我不是李子吃的太多了吗？回去拉了一次。但是一睡拉的都是硬的，你知道吧，像个狗屎一样，但是一睡醒的时候是拉稀的，你知道吧，然后是肚子痛醒了，没有睡好。真的 JJ 哥你加我好友，我加你了 JJ 哥，感谢老板，感谢老板。直接排位吗？不练把枪吗？不练枪不行的，兄弟，不练枪会变菜的。练两把枪好吧，兄弟们，就两把。